在这个盲中有错，阿吉把球拿回来，孟祥家这边反而有多打少的机会，选择中距离出手命中。霍少杰现在对位塔克老师，外围阿吉把握住，李德威弧顶。这球再回给 Tucker， 三分线外的触手又是一颗。Tucker 做了一个假动作，再给出来，外围阿吉飙三分球。哦，哇，前面没有人回防了。林俊杰速度当然非常快，轻松的 easy two。这稳定性如果真的有办法保持下去的话，今年球就非常惊人了，哇。杨胜燕四十四脚三分球有了，中。弧顶田磊，这个时候磊哥来了，想要再救回来。刚刚是田磊这场比赛第一颗的三分球，外围又是 Tucker。